就是今天一心中午的时候紧赶慢赶回到自己的家里头，然后亲自做了一盒爱的便当啊。那一心，你看到自己在家这里做什么东西？这里面就是做的这个中国湖南长沙的名菜，叫辣椒炒肉。然后呢，又非常的慎重的选择了几个展示辣椒炒肉的姿势。哎，好，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啊，这是一种美食成果到最后的一种喜悦的分享。一心，你看看现场的朋友们，首先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睡衣主题啊，对。首先要表扬穿着睡衣过来的每一位。所以今天的这几张照片，首先是从穿着睡衣过来的这几位开始选择。哎，你们也不要你们下次也按照这个主题，他们要穿什么，你们要穿过来。他们说了，他们睡觉的时候就爱穿这么多。哎，用博哥的一句话说，你们是客人，我是主人，主人当然可以随便一点喽。那这三张，你看，第一个你觉得最有印象的睡衣装扮，每个人我看他们穿睡衣的，来展示一下你的睡衣吧。你睡觉好辛苦啊！哎，我记得刚刚好像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友人是吧？他也穿了睡衣是吧？是穿那个和服的那个是吧？不是日本的友人，给这个兔子一个吧，这叫金水脱胎啊，这真是金水脱胎，好，剩下的，然后给，就把手举起来，先可以安静让我看一下吗？不要晃，不要晃，很不好找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的四位是穿的是什么？粉色睡衣。啊？睡衣啊，睡衣。那我把这张照片给你们四位。今天呢，这是一心的第一个惊喜给大家礼物。另外还有个惊喜，大家看到照片里头那一份爱的便当，中午刚刚才做好，一心也趁热精心装盒打包之后呢，哇，拿到了现场。哇，那我帮大家，要不一心给大家稍微看一看，是不是原物？这个是真的是我做的吗？而且是一心回到自己的家里头做的。所以在过程当中有家里人帮忙吗？啊，有。我说的有是，比方切，因为切一下嘛，就是家人。其实我这都是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。哎，我们中国人称说什么放酱油少许，这些少许是你自己拿捏的吗？当然。哇！哎，这个爱的便当，热乎的爱的便当，还有蒸汽露水在上面呢啊。首先我跟你们示范是可以吃的。那接下来这个便当想跟谁分享？没有穿睡衣的朋友。这里有组团来的吗？组团来的，500个人一起分啊，一人吃一小口。你拿来交换是吗？我。我刚100万签售了吗？你们拿到签售了吗？就把这个福利让给我。
听出没有？没有。我们这群睁眼瞎。好吧，哎，抽号码吧，有号码抽可以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代替亲，我们把这个交给命运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跟以前一样，我们把每个票根的那个抽奖箱拿上来。好吧，好吧。还是你叫，你自己选。一有多少个号？哎，有抽奖箱。500号都在这儿。第一种，好，直接抽了。我七排，七排，七排，七排在哪里？七排，七排在哪里？听上去好像七排。这边是几号？这边是一号是吧？这边是几号？这边是小数，这边是大。哦，你们现在不是你们。小号码的七排的。七排的。就是二号，就是二号。来，还有这个包裹，就是这个。啊，你不可以找他去抢一下，让大家一起吃吗？啊，这是我们票根啊！啊，谢谢我们高颜帅自拍华为 Nova 2对我们本次活动大力支持啊！除此之外，我们立新还有惊喜送给大家。这个惊喜就不得了了啊！有请我们老师上道具。你不知道啊？你认识吗？懵的吗？不知道。因为呢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是睡衣啊。我们说了，睡觉的时候最想做什么，最爱做什么，最适合做什么。我们通常呢，在小的时候，婴儿时期，在 baby 的时候会希望妈妈哄你睡觉啊，然后呢会唱一些小夜曲。所以接下来这个环节，我们就是要一起给大家。我们可以电动，可以推到舞台前去来哈、啊。这是电动的。哦，给洋气的。它是可以动的。是可以动的，移动舞台。没有吧？它是可以推的吧？它是可以动的。是要推吗？你别这。对啊。啊。对啊，当然要出去了，出去就看到了。往前面，来吧，我们一起。斜着往前推哈，斜着一点，辛苦老师。往前，看，不然他们看不到。不是，要转换一下角度哈，斜着往前推才能稍安勿躁。哎，今天是要搞一个小夜曲是吧？对，就是比如说刚才有很多这些音乐的想法，包括他们进场的时候提的这些问题，我们按照惯例啊，去年的这样一个模式，我们通过旋律的方式来回答大家，我觉得好不好？看来这块已经不知道啊。斜着推啊，对的，斜着推，好，还要再前面吗？来往前吗？往前，对，往前是吧？来救一下。哎呦，这好几个键盘。来，那个请老师上一个话筒架，可以先试试音啊。然后也辛苦我们老师把那个我们每一个贝壳进场的那个背板。等待，哦，等待回家。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在广州场的时候，立新的跟粉丝之间互动的一些元素和内容，我们就写到了这第二胎的专辑当中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希望大家也各种配合一下，没准哈，在下一张专辑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今天参与的影子。